性有一点性诶，咱是转，敢若亲像母娘，互咱遮尔顺诶性，是咱顺甲安定咱诶天界，无形照着咱诶心啊，显而清。这是对咱诶缘，安尼咱再来讲定家己诶性，是上苍诶灵性。献开着咱在世的心啊，天无缘是道性，爱咱通是元神啊。你有一点灵魂的灵气，我则带有先天降落来的心啊，是咱主要的灵气，是咱来兑现顺母的心。是灵魂的天界，咱爱向的是自在，有咱一条清净的本性，咱只有显明个人的本性啊，拢是现世界咱的灵性，现甲咱心啊有落界性，这拢是通咱的灵魂。顺甲安静，这个天理，我有清界这条神，因为这是我照着无缘，当下我这个心讲，予我即马顺无啊，这个性，是我用着清界这条灵气，想要倒当下母娘这条灵魂呢，伫遮。真源是天灵性，稳定是现世性，无形的灵性是你这点清净的发性，咱爱落甲有稳的灵气，是灵魂这点性，嘛是你爱行向原来的心。这是咱为主的灵气，嘛是咱集中在世间的神。真源是天灵性，落家是稳定，是咱回报这条灵魂。有咱清界的天，你照咱母娘向出来的心嘛。这是咱为主。的灵性，嘛是你爱转有无的天灵，拢是顺甲稳定的性。咱再来讲向转来，我家己的神啊，是咱主要母娘啊，伊予咱的信息。我今日要行入来，是我即马灵魂的本性，这是咱脑神中的接触。所以讲，伊是无形象的，无一个喜欢的。啊，我用着这个心来体会，我心内底啊，照安尼交流，互伊合作伙这个心。显露是灵源的灵气，予咱来讲，这是顺咱头壳内底的神，这是咱以灵魂的灵气。嘛是咱接倒转来先天，咱归元性啊，这个天意啊，不应该以后咱会当照着天，伫咱这个心肝内底啊，你会当将着这个心意甲表露，这则是咱传法的灵气，对着咱的心内底，你行会出着这条灵。真源是天灵气，显露是顺天神，有咱一点灵魂的灵性，这是咱回到的灵魂，母啊爱咱的孙，你有这点灵魂的灵性，再来讲清净咱的天神啊，上苍的天界。你要走向原来，有咱一点
青天的本性，你才带有纯佳的心。这是咱恢复天意，母爱咱行顺咱的心。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性，你才会当行到这么顺的天性啊。灵源是天灵的本性，阿母啊来讲，这是显的证。你有一条正天的气，我再来向顺咱的心，这是咱传法母啊伊的灵性，转着咱即马清的心。伫我即马是气杂，拢是我上界清的这种本性，我爱有现主时的天界，咱才会当行这么正当的原神。今日出家是代表咱单一的老母伊的原性，转伫我的心出量，是咱以正觉这条灵魂。要让咱心完全，咱的气是通的，合我来。所以讲，我用着这条灵性，敢若亲像先天母娘，伊落架伫这个时阵，天路是灵天的性，转咱清的灵，顺到稳定这个天界，予咱行向。元灵本意啊，清净拢是天元，落灵则是顺性啊。显着清界咱的灵气，活伫在世间咱的心性啊。这是咱传法这条心，共做伙咱老母啊的灵，真元本意是灵天来。回咱清净是天性，爱咱做一回则是天灵啊！有咱顺母的灵气，我爱向甲遮尼清的心，一条稳固的灵气，伊只有向我的心来讲互开。我爱是现世，行出着咱的性。拢是清净这条灵魂，伊予我用着无缘的灵性，在世间我就会当讲通灵活用啊，是我现世的天性，敢若亲像母啊，伊这条灵出自咱即马即个道场，这是顺家的灵性。嘛是照咱过来这条灵，这个天理只有用着清净，母啊，伊是纯洁的。安尼我再来讲到母娘，伊这条灵性，母娘伊上界悬的这种气质，这点则是我用着清净的天理啊，来标注。我现世界灵性做到清净这条天界，咱一定要走向现主时啊！我的心是照着这条灵魂，因着我在世间你讲的通神啊，只有一点，咱会当转的这条性的呢。我爱是上冲这条灵性。但是要让我转的这么清净，不应该伊爱我照伊的心寄入来我即马这条灵的，我才会当讲到这么啊顺的灵气，因为这是咱的源头。母娘啊，伊这点理现着清界顺性，咱来向着原始的本性。随着清界，咱的天元啊。
学着顺母的心，是咱有这点灵魂的灵气。金母娘娘，伊爱咱度灵，是我会当照着先天的法，这是咱道界灵气，嘛是咱元天本灵来，会着正灵这个灵性。今仔咱爱是家己的灵魂，这种性质，咱才会当行法界本灵。拢是用着清净这条灵气，咱才会当向出来。咱的心源是你随着源头这个灵性，是咱搁在顺家显的证。真理伊是予咱相通的。今日我爱是咱的本性复原，这个天意。爱予咱的精，咱再来讲出家的心呐。我以这条灵天的灵性，要来行这么顺的本性，因为这是咱母娘的灵气，本能清净这么顺的源头啊，是咱有这条灵天的法。照咱老母顺家的心意啊，灵源是灵天家，道灵是顺自在啊。现咱一点灵魂的性，我爱是现主持哦，家己这个心啊，你会开哦，敢像咱咧开门安尼，你才会当出入无？是咱有安尼。这个灵性，咱要有家己的灵恢复原来咱的样。我要照着母娘伊这种能量，让我产生着自然这个气，我才会当行无压无杂，这么开，这么宽，这么宽，这么深，这个自然的心。拢是爱咱家己的心，你放会出来，你才会当学着通灵这个原则。这个则是咱顺家的灵性，在世间咱着要养好成，咱的原来迄个模样，迄个是纯洁的，迄个是明白。我爱有这条灵天的气引导。我现主持这条心走过来，咱原来迄个整体拢是出应啦，我才会当行现主持的心嘛。若无这个灵感，我就无爱多应合我来啊。所以讲顺着这条灵气，我要来讲到这呢。单纯的心，上苍以后，咱家己会当做主，这是第一重要的。我爱是照着母性，要让我家己这条灵会当稳定落来。每一条灵若拢安尼，世界甲咱姊妹咧讲的灵界都拢和平啊。世界就讲有形的，你就无好人歹人。今仔日无形界，你就免讲阿修罗甲阿罗汉啊，啊你嘛免讲鬼甲神啊，迄是对立的，啊嘛免讲魔甲佛啊，是咱用着这条灵天的性，爱咱行向顺咱的心啊，今仔跌甲有。拢是咱的心本出来，佛甲魔嘛是相共，咱的脑神本出来，本来无，伊完全就拢无分对立嘛，伊是绝对的，今咱修爱绝对的啊，无囝，囝都倒来母阿只，共一家，咱就做道家啦。
显露实证决心，咱才有遮尔稳的灵气啊！伫这个多智慧教，咱教育了无别个心，所以讲你若无别个心，就合一家啦。今仔修道就是要合家啦，是咱照着灵天的灵性，爱咱看现啦。顺咱的心，是原来的灵气，是咱强度先天的顺性。有咱一条清净的天意啊，派咱到凡尘啊，来修这条心。这是咱清净的天界啊，嘛是对着咱的方便啊，心自在啦。是咱元素的灵气，嘛是咱的庄严呐，来讲着清界，咱的本性啦。一条会当清楚啊，咱的脑神啊，你就会当以心嘛，来讲出着无形界相通这个模样啦。现主持这个状态啊。就是咱的心嘛，倒当来母娘家，回灵啦，来尊敬母娘啦，来问安啦。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呀，你照现主持呀，灵场所生出来，咱这条灵魂的修真啦，这是咱传法这条灵性，你心嘛。有这么清净，这不是自己的意识构成的哦，这是咱无形界，你已经静到大地大地，看到咱的本性。咱离开母娘的时阵，母娘给咱具足的原性啦。这甲孟婆汤、甲林梦慧溪水无同，因咱今日倒转来源头嘛。林梦云溪水就是要你讲源头，互你袂记咧嘛。互咱为咱现主持的母娘有无耶稣生出来，咱是下顶的人嘛，或做凡人嘛。今仔日咱凡人要变态啊，要脱胎啊，要换骨啦。修行你一定爱骨力，爱有骨气啦，是用安尼来表示啦。今日咱找到家己，这拢是咱的元神。真理是天灵的本意，爱咱见到原来顺性，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真灵，咱再来表明先天的理啊。是咱有这点清净的本性，带有咱原来拢是相共迄种模样。啊，这才是找出着啊！咱在世间，咱这个心气呀、有伫只流通存在就对了。是咱有安尼一点灵性，咱再来讲顺家献道神呐。咱来讲道气点存就对了。今咱就用这个道内底这个气无，要伫只点生就对了。是咱顺着慧能的天意，你再来讲儒家顺母啊的心，现到这么精的灵气，你再来行向清家己的心啦。是咱顺着母娘啊伊的灵性，在世间咱来向的是先天，先天一定要用灵感。用灵神，伊的名正，啊，这都爱雕啊、哦。所以讲，你若要行道，一定爱教育，爱雕你现主持的习性惯性，安尼才有法度倒转来咱的本性哦。这是足重要的。所以讲，修行的人拢伫只欠点啦，伫只拍交流啦，一个都要爬起咧天顶。较早老党诶啊，老方杰啦，
伊讲啊，恁遮个拢食无三枝硬菜，着要上西天有无？是原来即个灵气，咱再来讲回到顺咱个心定，是灵魂即个天界啊。咱来向个，则是咱个心会知啊。这是咱恢复灵魂的灵性，你爱夹入来，就是敢若像咱投球甲投入来，好球。这是咱道界的灵性啦，嘛是咱精神美有无？咱的灵气啦，我才会当讲到顺界神啦。母娘爱我，用着上轻上轻的，啊，这则是咱灵啊，会当。出家嘛，我爱是先天的本性嘛。当然，这大家知影讲是顺阳啊，阳神啊。啊，那咱平常时是阴阳嘛，阴就是鬼嘛，阳就是神嘛。但是我即马是家己的灵魂顺有这个阳光嘛，啊，咱才会当讲通到天顶嘛。因为天伊就本来就是逐天拢光的啊。无云无日月星，伊会变化有无？所以讲，伊是永远光的啊。显露则是灵性，爱咱见庙则是通灵啊。拄着清界灵气，咱来向着无形相。今日咧讲的是无一个版本，无一个形象，因为气清的。拢是相共啊，都无第二个样。你要带我都讲，还佫有另外相，一支笛，伊都无法度比较长底啊。两支笛、三支笛，伊才会当比较长底啊。咱烧香嘛，同款嘛，打烧平平嘛。有当时啊，香大细丛有无？啊，烧久来就差去啊。是这条灵天的灵气。我爱向的是心内的性嘛。今仔我照着这个气场，照着恁的心行，安尼才是真正的自然嘛。因为今仔我讲是心内底这个构造嘛，这个状态嘛，这是咱路人的天性嘛。每一个人来当行到安尼有无？你心就清啊，啊心清有无？你就要离开着即卖阴性的阴啊啦！你袂阁行暗路啊啦！你袂阁偷食补啊啦！你袂阁偷工减料啊啦！偷斤减两啊啦！做一寡无明的工过出来啊！是咱有安尼你讲的灵性，在世间你才会当照天顶啊！咱在世啊！伫遮生存啊，你会当实用，就讲做一个有路用的人啦。显露是灵天的本意，爱咱恢复灵界顺时啊，是咱直通这个天界。母娘啊，伊要予咱行的，是心的知影，这叫做知影道。今日要倒转来道本。只有讲性，只有讲源头，只有讲道的母，咱拢为这生出来嘛，是咱有稳定这个天界，你会当守，这才是咱的本性。元天是真正有神的咱呢，可是啊，因人阿母你就知影，确实有神，但是神。有诶哦，声声有无？我你有神，咱无叫神出来，我看一下。啊，你是鬼魂落死要看神啊？家己四两五啊拢唔值啊！是用安尼来比咧，有当时安尼较歹听啦。但是你着作业啦，啊，我无伫作业，甲你破掉有无？今仔就是要甲你破解，互你知啊。显露是正灵性。现到这么清净啊，这是顺咱的心。超过月啊，超工的啊，
你所有啊，固执啊，吃亏的是家己啦。所以讲，咱过去有无？有咱讲迄个真正爱守会条有无？你爱礼让有无？温良恭俭让的有无？是安尼，咱再来讲到即马即点灵气啊。咱再来讲顺家献的清嘛，我爱是真正的灵气嘛。咱再来讲慧甲通灵，咱这条心啊，今仔我爱真温顺，是咱会当讲甲圆这点气嘛。你无安尼这么单纯呐，你无法度甲人做伙啦。你著气错啊错啊，你慢错啊错啊，你话长人啊问你唔讲，啊你要甲谁做伙？你著孤僻啊，啊孤僻啊，迄伙人就讲啊收落啊。你家己要主动，你行这条道的路啊，佮妨碍别人要行道的路啊，是咱家己爱成长家己，行正咱家己的心态啊。这个心所想啊，心内话要哪来应付？这是咱回到这个天性啊，咱人啊，卖怨天怨地，搁怨咱所有的人就对了。这是上无起家的人啊，你爱怨讲咱过去世啊，你福报无报死啦。你这一世有无这么歹过啦？啊，当然啦、啊，一世咱来布施，咱来照着这个道的教育，后世咱就有好环境啊。这是当然的理啊，是咱有安尼来讲的灵性嘛，咱要达到咱的公正嘛，天公是上公道的。所以讲，咱在世间所有安怎做的，咱都有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固泸州，南瞻部州。这个宇宙就分作这四个州啊。四个州三个月来伫咱南瞻部州啊，敢亲像录影安尼就对了。每一条灵。你也看咱偌济灵啊！要讲咱人，着七十几亿啊，大陆要到十四亿，印度嘛要到安尼。每一条灵啊，咱所有分数，天地拢爱甲你配好好，一丝丝啊过头，一丝丝啊无办到，拢袂使啊。种盖棺着论定啊！亲像我去西方道场，迄、那个师傅啊，摕迄个算盘出来有无？亲像我著跪落啊，爱清算啊。是咱有安尼咧讲的灵性啦。个人平常时啊，咱所有的性啊，一定爱较求嫩的。现着是灵天的法界，对着咱的灵魂。是咱的灵气嘛？伫咱即马斗阵当中，不管是长辈、平辈，还是下辈，咱会当出自咱真正的心，这个语气咧沟通的话，拢会达到咱的心内底啊，迄种清凉、迄种爽快啦。母娘伊直接讲二十孔年，金头开的圣王，你著知影伊的性。所以讲，慢慢开始圣王，伊改伊的性，薄性嘛，伊都有来变变叫啊，身躯甲你经甲那太阳了有无？唔惊死伊过来啦。慢慢母娘看化，咱才有今仔日啦，徛伫遮咧传道啊，种种拢爱变爱化，你刚强的变柔软的，你柔软的。会当变半工半就的啦，啊，这则是咱的属性嘛，也阴阳嘛，是咱这样完全阴的较少啊，咱的乱神
就强要甲低调去啊，甚至要甲长调去啊。啊，这只是咱的心的烂嘛。每一个构造拢有伊的程序啦，程序就对了。是安尼，我再来讲到灵源的灵性，落伫凡间呐，咱这种清净嘛，咱要离这个苦情嘛。啊，这就是咱今麦咧讲的，你爱练有够嘛，你理爱捌会听嘛。啊，这灵是自然变的啊。我徛伫遮，灵变呐20摆。啊，有诶来讲啥？啊，你着请这个灵师走倒啊，换这个灵师来有无？敢若有安尼说有无？大家灵嘛是拢甲我同款，甚至超过我诶灵啊！啊，我伫遮着爬起来啊！啊，这个天地着无公道啊！一个人捌真理啊，甲邪理有无？你爱分明嘛？恁今日甲这个无正诶人有无斗阵有无？咱也毋免甲嫌嘛，誓言也未够嘛，今日甲真理，咱才讲互深入去嘛。啊，这才是真正你捌的啊，你明白，你知道了解啊。啊，若无你用牵的拢拢西嘛，伫咱过去遮个老将，嘛出咧外口浸真久才入来，啊，是啥人要收？迄有诶是我诶啊啦。所以讲，人爱自爱嘛，心呐、啊，伊是一句话尔呢。今仔日你做唔到，伊就无爱甲你牵来牵去安尼，因为你的心已经走去啊嘛，偏离去啊嘛。是咱有这条现主时的灵性。所以讲，我对母娘20几年，我心唔敢讲要动一个心啊，意念唔敢讲啊，我无爱做啦。是咱修会来嘛？修会来，毋是3天5天嘛？修道毋是3年5年嘛？有诶真急嘛？用啊，你著甲我开天眼。啊，我讲神诶话有无？我出来外口救世啦！你即种心想，你即种心遮尔紧，你诶心会变卦有无？安尼惊人啦！啊，你要做有好工课。所以神是把你训练到你金色色安尼有无？把你考到会爱变甲袂爱安尼无？你爱乖乖啊！人讲生乖囝有无？是伊这点青天的灵气啦。我是为第一啦，放荡囝倒转来。所以讲我体会外口这社会空气啦，迄爱用钱去开啦，爱用时间去开啦。今日讲3、4人，外口恁也无我爱识啦。修行毋是凊彩个，是你爱体会人心甲人性。鬼是啥？你啉酒咧，你乱性有无？你起毛子咧歹有无？迄种模样有无？敢亲像讲，迄个所有的恶行出来，无痴迷了结，迄个身形出来无，迄就鬼啦。你无看大树爷，讲你无做，伊若要顶到发火，就大树爷，伊变真歹看有无？迄个模样出来，哎，就是化身嘛。显着青天的灵气，咱来行到顺母的灵性嘛。我拄仔讲。我伫遮画画20几处的时阵有无？哎，一处毋是2、3天呢。迄个讲甲上苍，伊真正会肯定有无？你才有即马咱讲的报心啊！报心就是你即马咧学智慧的时阵啊。你有这个智慧，最你会当讲真道，阿摩你才有亲像母娘这个法身啊。这个三心就是安尼来啊。无你干呐读迄个册是要读啥？你嘛毋知影讲化身是生做啥呀？报身是生做啥呀？化身，咱讲啊，甲咱即摆讲化身是生做啥？你干呐看迄个册哦，三心，三天有无？三天你嘛毋知影，无极天、太极天、洪天你嘛毋知影。所以讲直接教育出去有无？
啊，大家拢啥啥？你心都无伫遮，你都学咧五十四人嘛是相共啦。不同于心嘛，心要改哪有啊快？显露是聆听的意嘛，咱爱回到清净的心。真正你要把这个心改啊，要把转一个叮当有无？现主持你听到知影要改，但是经过五分以后，你心就搁变了嘛，就搁转倒转来嘛。三天五天，我讲啊，即卖要安尼。譬如讲过去，我伫咱姚池宫咧禁忌，我一百空八天，加两天多一百十天。其中嘛有一个师姐啊，伊去禁忌，伊所谓是暗禁，嘛袂讲话，但是伊就爱会听电话，伊就是爱物件用写的啊。啊，你若讲禁忌有无搁听电话，迄就唔对啊。因为你禁忌就是完全要清嘛，你的物件你都要记袂，你都爱写方便啊。外口的物件，你所有讲的爱提出来外口啊，因为咱。伫腰提供的时阵爱掀摊，啊！你爱逐工爱有水啊！啊，这要叫别人摕出来外口啊，食饭你嘛是爱伫遐。明镜甲暗镜，你爱知影呢？暗镜是真正，互你看甲真正会惊的。是咱原点这点气啊！你再来讲凶的，这么顺的心性啊！有咱顺着聆听的真理呀，这种报告不是平凡，是咱这个心境啊，你有真正的变化，你才会当找到咱的原形啦。这种原本的素质是清的，的质量，这是咱归元这个灵气。我再来讲学到通灵的性。一条会当单纯的路，咱才有这条灵魂的气性。我爱是先天的本性嘛，降伫咱这个身躯心内的家，这是咱团灵第一重要的。咱才有这么清楚的心意嘛，代表无形界，无形界就咱看无的。亲像风，亲像电，亲像咱即爿咧讲个卡雷，伊若无现出来，咱毋知影讲哦，雷公电庙，伊也住伫咱即爿共个世界。若无魂过来，咱嘛毋知影讲哎呦，其中即个魂是较普遍看到啦。安尼若风神雨雾有无？伊着爱落来，你才知影讲哦，原来伊嘛甲咱住伫。这层的世界，所以讲这层不是干那有形象尔尔。我常来讲道层就是这个意思。向着咱这条灵天的气，你知影有道层，你这个心照安尼拍算。你如果若唔知无，啊，你就看现世界物啊尔尔。我所有想，就是今晚我要好就好啊，啊，都唔免我拄仔咧讲啊。你顶世所留落来。福、交甲报，即世咧用。今咱即世所有诶人，都是用顶世人，咱诶缘分，129,600年，用咱诶地址来算，地址拄啊12地址，注抽元宝，12地址拄啊12个月一年。所以讲，即拢有咱现主持诶十天干12地址。拢是照安尼来推断的啦。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本性，咱来落架这么顺的天理。今咱定咧讲，你要脱离着五行外，咱的宗旨有安呢，是安五行。你今仔有要做出来外口的，你一定爱安五行旗，这是无共的。天兵天将甲地兵地将是差伫遮，
虽然拢虽然调派啦，但是地兵地将，伊是用调用吹的啊。其他天兵天将，伊是听真理的啊。地兵地将，你若无照安尼做，无你会伤害家己啊。是咱有这条敬天的灵气啦，咱再来走向清净咱家己的心嘛。今日所有咧讲法，有照着你平常时的心意无？有亲近啦，因咱共款迄个正嘛，共款迄个下类嘛，是咱顺甲稳定，咱的天法的神啊。今日我爱是通这样的清净的灵感，顺着无形界咱的灵气。你爱才会当行，顺甲遮尔清净，因为咱爱是当今嘛，咱这颗心伊会显现嘛，你会当出灵的光嘛，啊，这就是神的力啦。不应该，伊毋是要你讲真侪话，是伫你的心嘛溢出来，敢亲像涌泉溢出来，安就对了。啊，这才是咱原来的本性啦，取着咱这么纯的灵气嘛。因咱是要复原呐，复原就是要离开着遐复杂。讲道理，你若讲愈复杂有无，就表示你的心境啊无修炼啦。因为你咧讲就是讲当地有无菜刀、道德哥安尼有无？乱扑安尼就流了，因为咱要归元，就是原来先天真一迄点嘛，咱拢是为遐出来嘛。所以讲道理，你若知影有无，你就袂去乱想啊嘛。用着你的心意安尼无，要扑讲啊，你即马是内底有啥无好的这个物件嘛？你要讲办事，就是你的心的交代啊。你再黑白讲讲，你现主事是啥物啊？今仔神是在变变，神是爱人请，神绝对无讲黑白弄的吧？安尼变鬼去啊！好、哦，所以讲，咱今仔日的宗旨，你家己爱知影讲修炼的规矩嘛。如果你修无掉啊，你这个人就敢若像讲，你较脱线啦。脱线，你就无神，所有的力咯。我唔是讲安尼修无好哦，只是你的心力、气力也无够啦。这就是要共同大家学好啊，我才照着母娘现主持这个方法讲予咱听，讲予咱听，你还去想呢？你平常时所有的差错唔对是伫倒啊？唔对的太多咧啦，啊，母娘无法度一条一条，安尼甲你记咧吧。是咱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气，你爱走向顺界心性啊。我爱是显落开，我才知影我的心啊，这条灵性有通无？今仔我抓定，就是我家己的心神。你会当向着无相这个天性，今日无相就是无心，无心就是无思无求，这才是来自天然的物件。你若动心，你就有所求啊，有所寄望啊。啊，这是甲修持有无？是修克的，是得有的。我爱是这点灵气啦，咱再来讲显明咱的天性，是顺着这条灵天的灵气，咱再来向心内底，咱个人会怎知影？咱现主持的心思就对了，要讲讲境界啦、层次啦，是清净这个天界。虽然我咧讲话，即马学会较普通，
但是这是咱修灵上摆来到这个所在，因为这要复回咱的本性本心啊。最主要拢是修家己心的良心嘛。现主时就是近到这这么近啊啦，是咱有这么清的天意啊，咱再来走向清家己的心。真源本性是天理，抓定儒家则是真神。有咱这条清净的天源，我爱是重要，现主时这种能力感，我若无原来给我这个力量，我的心转袂清啦。你心转袂清，你的感觉就混沌啦。用安尼来讲较紧，拢是真正咱的心啦，心伫倒，伫你的头壳啦。真像拄仔书记，一气就无通啦。你气无通，人要怎会成功？想练气，你就是要甲这个气憋互顺啦。你甲乌叫乌叫，哪有效？是咱会当讲的这么清净，这才是咱纯洁灵魂。气无清，就是敢若一条狗仔，迄个倒步、垃圾步踢伫遐，甲臭仔机挤伫遐，你要怎会流通？未流通，就变臭水啊！臭水白毛就开啊嘛，所有气味就无好嘛。是顺着这点灵气啊，咱人拢较麻痹啦。别人咧练呢，你看无爱问啊。是咱就当讲到这点灵气，你若看我咧练有无？上无爱四十分啊！啊，你唔知咧创啥呢？你有诶三五分就结束啊，好好我喘屁屁啊！有迄个未喘诶哦。练落包括咱即卖咧讲，即个腰头前后壁拢酸啦，我袂甲你骗。安尼讲训练训练，三迄三不丁训练嘛。是咱这条灵天的心啊！你下落的力无够啦，反应倒转来这个力啦，你就不足啦。啊，这是相对的嘛。今日认真有够，你所有的花旦一定有够的嘛。这个力是公道的力啦，是咱顺着真法的这个天界嘛。有的是要顾树林这边嘛。你今仔日这个灵魂，你要训练，予伊清无？伊无咧插伊嘛。但是每一个人选择无同啊，每一个要爱的，你所有的境界无同啊。某人嘛无甲我要求讲，我爱安怎做？基于大地，咱过去训练一礼拜，第八天伊来甲我讲尔，我就一直收甲紧嘛。这款宗旨是啥物人啊？今仔这是无薪水的呢，是奉献呢。奉献是安尼啦，唔是讲我一笔今仔开一千，我都唔甘有哦。这是不断的呢，是咱以真元这个灵气，转咱清净啊的天性啊，是咱无形这个天界，予咱走向。这个本心啊，过去我有真正这个心有无？啊，早课要用讲有无？但是这款呢，要真正会当做到这么完全呢，我甲看少，拢小可会讲有无？爱就感觉不得了啊！过去嘛有人搁倒转来倒教的啊，用啊，老师你讲的说是对，你也看我即马诶，都甲惊到什么天气嘞？我著老港的讲的话无唔对啦，食无三斤硬菜有无？你著要上西天啦，敢亲像讲，迄个孙悟空变来变去安尼啦，无礼貌啊！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啊，今日所有法器都无讲话啊，你伫法器之下，啊你搁讲到安尼，啊真正心无在有无？
暗着随你咧人怪啊花了，敢若像咱粪箭咧人人遐个臭变笨安尼呢？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嘛？今日要摊白嘛？啊，这才是咱真正所谓现伫咱即嘛原来迄个真相。外口拢不可得啦，什么拢不可得啦，只有现回咱原状，迄才是真正的啦。啊，这就是即嘛这个心嘛。你翻白啊，你翻清洁啊，你讲的甲一般拢相同嘛。是咱这条灵天的性嘛，今仔性要变，就是你即摆咧讲的话当中，你所有的变化化甲你即摆会清会正，变化是安尼呢，转动就是安尼呢，你静的转动动了，你就阁变静呢，静伊才有法度化，你动要安怎化？动就是气天尔尔。你前早我都来到无极天啦，啊！咱目睭看是红红天红地的红啊，啊红地爱阁转轮圣王啊，嘛是爱阁转啊，是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咱要对着咱咧讲佛种甲道种嘛，甲一般咱所有咧讲的咱一捌的这个理内底嘛。所以讲道啊，你爱讲甲，互人真正有相共的同感嘛、同理嘛、同心嘛、同行嘛。最主要是啥？同格。修行就是爱兄弟姊妹，每一个人出去，你的资格啊，爱有这个品格合格啦。啊，无你着素质有无？参差不齐啊。有诶，长诶，有诶，短诶，有无？短诶爱拍拼嘛，长诶你爱甲短诶鼓励嘛。啊无，母娘安尼定咧举办讲，爱出来甲人交流，爱出来南巡。南巡你才知影讲母娘伊诶即个诶护照啊，伊是咧做啥物工课，你会知嘛？但有诶人真好计算，两工我着爱偌济啊。啊，这两天我若在做工作有无？过去潘聪义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人算不如天算啦。今仔是灵魂重要啦，当然灵魂要靠这个肉体，靠咱的生命嘛。但是钱哦，你赚袂了啦，你免想到算啦。啊，若敢安尼有无？咱即马兑换有无？你若住伫伊省的有无？你着分去啊！互你中偌济啦，一家口啊，互你寄偌济钱啦，买几台车啦？你有即个毛病有无？三个兼甲你卷去，集中营兼会再见，你所有江山换别人个啦。啊，这毋是咱咧讲纠缠呢。天若要灭你啊，每一个所在拢是共款啦。啊，咱人上惊瘟疫啊！瘟疫咧传有无？我定咧讲嘛，该会开天会辟地会造人就对啦。你一定爱先灭人嘛，了则灭地，了则灭天，伊才会变大混沌嘛。啊，大混沌伊才会当重来嘛。有生就灭嘛，免怀疑啦。你着所有石头搁较定个喎，伊到尾啊，嘛是爱搁。重来啦！安怎讲大爆炸，所有弹开去，看你石头偌重啦，拢嘛爬起咧半空中，再搁落来，是咱这条灵天的本意啊！咱再来讲儒家现世心，一点会顺，这个天性，拢是咱个人心咧主定的。我会当用到清净这个天性，这是在世间咱咧讲的真心。个人咱所有抓到的，这才是咱儒家的灵气，一条真稳固，就稳定。安尼我才会当讲通我家己的心啦。这是上重要的，甲别人拢无关系啦。是咱爱有安尼做，
咱这个心的原型啊，你才会当达到咱的宗旨。所以讲，我爱是清家己的心，应着咱即马无看这无形界，咱的心，这才是咱找出原来这个本性。本来咱的性有无，就拢住伫虚空这个大所在啊。咱这个有形，才住伫咱即马这个厝内底有无？较早无这个厝啊，较早是住伫个山内底迄个坑啊。黄河遐，你着去源头遐，你着看。黄河遐拢弄真济坑有无？住伫遐，迄个菜也免变啊。你去泰国，你着看讲过去有无？咱人学鸟仔收啊，所有咧住拢是伫树仔半空中啊。啊，夜啊才做饲鸡、猪、马、羊有无？是咱用安尼来表明，咱再来讲个这个法，你会清啦。今日清，就是你所有的归元啊！啊，你才会当来打通你现主时这条灵魂的灵性啊！是咱要将着这个气质恢复原来这个本性啊！啊，你就无法度掺杂啊！你所有的杂乱啊、妄想啊、固执啊、分别啊，迄甲咱拢无关系啊！因为你心意就是要将着咱的灵，这种感觉度倒转来咱回原啦，倒转来咱的本来这个原因就对了。修行相关的境界就是安尼，把咱今嘛这个心嘛提起来，提起咱今嘛上界好的、上界清净的，这才是咱的本性啦。这是咱顺甲稳定这个天界，你才会当回甲清净这个定神的本性。好啊！
耶嘞伊嘞啊啊伊耶嘞吼，哎呀哦啊伊耶嘞伊咯，啊伊耶嘞伊嘞吼耶，哎呀哦啊伊耶嘞伊嘞嘞啊哦耶嘞啊哦耶哦耶哦耶耶耶耶，哦耶嘞哦耶哦耶嘞哦耶哦耶嘞哦耶哦耶嘞伊嘞啊哦啊伊耶嘞伊嘞哦啊伊耶啊哦。啊哦耶耶耶，哦耶嘞耶嘞，哦啊耶耶嘞，哦耶哦耶，哦啊耶耶嘞耶嘞，好耶耶嘞，好啊耶耶嘞，啊耶耶耶，哎呀哦啊耶耶嘞，哦耶嘞哦耶，哎呀哦啊耶耶嘞耶嘞，哦啊耶耶嘞，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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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哦耶嘞嘞，哦啊耶耶嘞，哦哦哦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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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嘞，哦啊耶耶嘞，哎哎哎呐，哦啊耶耶哦耶啊啊！Yeah.